怎么了？刚刚到哪儿了？还在路上呢。我刚才睡着了吗？嗯，应该是睡着了。好多日子睡不着了，今天倒是睡着了。哎，把那递给我。是要抓着东西才能睡觉吗？自从你上次跟我说让我做一个心理强大的人之后，我就一直没有抓过，但一直都睡不好。可能今天有点头晕，我就想抓着试试。睡吧，反正现在堵车，还得等一会儿才能到呢。李欣，谢谢你。